谭松韵目前有两部现代剧，一部是和井柏然合作的《归路》，一部是和徐凯合作的《你比星光还美丽》，目前还在拍摄中。这是最新的路透，谭松韵和徐凯并排站在一起，展现了最萌身高差。该剧于2月5日正式迎来了开机。作为女主的谭松韵，当时在开机仪式上也是以一身休闲装扮亮相，并与担当男主的徐凯展现了绝佳的 CP 感。谭松韵出演其中的女主，可以说是非常契合的。这个角色有点类似《请叫我总监》里的柠檬，都有着一段从低谷到成功的励志过程，只不过在具体的经历中又有诸多不同而已。这样的有成长性的角色，对于谭松韵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熟悉，必定能很好的去诠释。而该剧的男主则是由徐凯饰演，一位有着超高的颜值且各方面的实力都还不错的人气小生，本身就自带霸气总裁气质的徐凯，和这次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的投资人男主可以说非常有适配度。